在百年的流光碎影中，纪录片就像电影的一条文脉，留下了电影从诞生到发展的生命轨迹。同时，纪录片也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影像制剂，将人类社会、自然、事件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过往收集在影像中，供后世铭鉴。纪录片的非虚构性是作品的核心观念，它拒绝虚构夸张的戏剧情节，排斥刻意而为的灯光，脱离现实的角色、造作的拍摄方法，强调拍摄场景、人物、事件的自然状态，用自然真实的创作手法面对社会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片呈现生活真实的艺术气质。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的激活使纪录片开始寻求商业生存，纪录片开始在故事片的商业成功中借鉴经验，在叙事、造型与类型化上大胆融入故事片创作手法。新世纪的国产纪录片呈现出鲜明的故事性，视听体验有明显提升，类型化创作使市场出现了许多成功案例。从题材角度，纪录片可以分为专题、历史事件、人物传记、人文地理、真人秀、生活等类别。国脉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中国首部历史人文类 3D 纪录片，该片是在六集电视版纪录片的基础上再度拍摄创作而成，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历程为线索，勾勒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脉络。该片总时长30分钟，摄制周期10个月。全片以凝练、厚重、充满历史感的叙事风格，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国博自1912年创建至今的百年发展历程。为观众首次立体化地展示了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两大基本陈列。对后母戊鼎、大禹鼎、四羊方尊、红山文化玉龙、人面鱼文彩陶盆、开国大典油画、神舟五号返回舱等数十件国博的镇馆之宝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拍摄。同时通过航空拍摄、微距拍摄、升降运动拍摄、逐格拍摄等多种创作手段，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的展示经过改扩建工程之后的崭新国博，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语言着力体现其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理念。从2014年9月开始，3年多的时间，国博已接待前来参观的几十万名北京市中小学生。由于国博文物众多，学生们很难全部了解。国脉恰好将最重要的、需要记忆下来的文化符号记录下来，因此学生在参观前都要先观看国脉。起初，学生们带着各种姿态来到国博，而观看国脉以后，每一名学生都对文物肃然起敬，在参观时有了敬畏之心。在5000年中华文明面前，我们每一个中华文明的后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相信国脉对这些孩子的影响是一生的。国脉
对学生有着视觉上的极大吸引力。在纪录片所拍摄的20件文物中，有17件是人教版教材里涉及到的。学生们在教科书里都见过这些文物，所以当文物以全新的 3D 影像方式呈现时，无形中拉近了与教科书的距离。在教科书中，学生看到的照片对文物细节捕捉有限， 3D 影像恰好弥补了这一问题。文物的纹样细致入微，有的纹样通过特殊手段甚至可以舞动起来，使学生对文物印象深刻。普通参观，学生基本上都是平视角度观看文物，但每一件文物的最佳观看角度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仰视，有的是俯视，有的是平视。国脉在拍摄时寻找到每一件文物最有价值的部分，更好地呈现了岁月中文明的印记。学生们观看以后进入展厅的状态完全改变，国脉在传承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脉在人文类纪录片方面的技术创新，使得该片获国际 3D 与高级影像协会颁发的国际 3D 电视纪录片类杰出成就奖、国际卢米埃奖等多个奖项，这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国脉对于纪录片创作意义重大，在诠释纪录片真实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往的纪录片主要建立在二维平面的视觉基础上，这种影像虽然展现了真实的三维空间，但其本质仍然属于二维作品。纪录片作为表达真实的电影分支，对真实性有着更高期待。在视觉方面，20世纪末随着高清及 4K 技术的应用，纪录片的影像细节得到了巨大提升，真实性得到很好的体现。新世纪影像技术得到重大突破， 3D 立体影像技术利用人眼的生理机制模拟人眼的立体视觉体验，是电影真实性的一次革命。该片对纪录片的真实性本质做出了新的诠释，使纪录片进入到一个立体真实的维度。国脉创作观念的成功之路有着重要精神的护航，这就是文化自信。国脉在探寻中国文化之根的创作中，向国人、世界展现了充分的文化自信。该片用先进影像技术重新雕刻了中国历史文化瑰宝，以更加细致入微的视域对中国文明进行展示。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了古老故宫深处，近距离展示了稀世珍宝的复活技术，文物修复技艺的薪火相传，人与物的相互陶冶、丰润与传承，呈现文物医生和他们的文物复活术的故事。咱那超级纤维呢？你要顶的话，像这么薄的薄片，它就没法顶了。就都已经往下摁了，但有的是摁不下去的，因为这个卡槽变形了。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中央电视台出品的3集同名电视纪录片，其创作观念中的故事化是该片的最大看点。风太大。杨帆，你把吊拿过来。第一部分中，康熙皇帝60大寿时，32扇屏风，乾隆皇帝、
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中，唐代三彩马，珍宝馆银器，乾隆生母金发塔等文物纷纷登场。我上班的时候，我们师傅已经66岁了，所以说一些重劳动都得是我们做，都是师傅在后边指点，就是，哎，这应该怎么弄，那应该怎么弄，啊，就师傅在后边说着，然后我来后边有。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青铜组的王友亮师徒、陶瓷组的王武胜和两个80后年轻人、钟表组的王金师徒将分别修复手中的珍宝，以赶上展览进度。这个表主要是那原来一直在库房里搁这么，就是说100多年吧，也没有修复过。这次主要是为了这个建院90周年不办这个修复成果展吗？我们就挑了这么一对比较大型的。而他们在宫墙内外嬉笑怒骂的生活故事也逐一呈现。他韧性很好，杜邦布就是那个盖文物的那个。要接啊，在这儿要接要接，韧性对一件儿大。哎呦我的天啊，多好，好了，好了，好了嘛。第二部分以木材为主题，中国人对木头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几千年下来，中国人一直喜欢用砖木建造家园，对木材的应用艺术可谓匠心独运。这个柜子呢，它实际上是最早陈列在西六宫，曾经也在乾隆读书的地方陈列过。痕迹上，这个柜子曾经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然后所以有一些磨损啊，也还是挺严重的。生活在树木旁，住在木房子里，在木桌上吃，在木床上睡，栖身从木开始。做木工，这个家庭宣言。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家里干点，做个椅子什么的。那时候不说是搭把手吧，也是，反正就天天乱嘛，也掺和，就慢慢也就学了，学会。用木头造纸，用木头刻板印刷，栽种、培养、雕琢一个个可造之材。木雕佛像看上去更是多了一份蕴含生命的亲切。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中古代的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因为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拿块儿，对，经完了再拿过来就行。应该都这儿。哎，你找着你跟你长得像的人了吧？我的一个和你长得特像。抱的那个小。第三部分的主题是画卷修复。一幅已有250年寿命的古画，没有作者落款，没有画面内容介绍，也没有确切创作时间。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与公众见面过，连他的名字在修复时也还没有定下来。那这到底是谁呢？这是乾隆啊！啊，是乾隆，那是乾隆给母亲做八大寿的时候。这有点平民化。经过故宫专家考证，他画的是乾隆皇帝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过80大寿时现场祝寿的实景。这幅古画原本非常的残破，绢面有缺损、断裂，还有霉迹。书画组的科长杨泽华和同事们刚刚把它修复好。
放这不点报上了吗？点报上这梅花嘛，就是报春的意思嘛，报春来了，高兴啊！这个后继有人呢，对。这是你得培养人，他这个这种传统的东西吧，传统的行业，他学徒得好几年呢。你现在你再不进人的话，就断档了，必须有人接班啊。我在故宫修文物，巧妙利用题材特点，将文物背后的生动历史故事融入文物修复的纪实当中。文物背后的故事与故宫修复文物形成历史与现实、叙事与纪实、虚幻与真实、亦实亦虚的结构线索。影片在叙述故事中的神秘与悬念与修复文物工作形成呼应，将探案类影视作品中的情景再现结构注入到本来枯燥的修复工作中，使得作品生动有趣，节奏张弛有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成功案例。上两部社会人文类纪录片都在故事性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这两部作品用故事策略拍摄纪录片这一创想背后的思想舵轮。他们在创作中始终都抱有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文化自信，使作品焕发出中国悠久历史的独特魅力。港珠澳大桥是一部关于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与中国制造的社会类纪录片，电视版两集共100分钟，记录电影80分钟，全片以纵横历史的视野，分桥、隧、岛三部分，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再现了这项史无前例浩大工程的建造过程，记录了港珠澳大桥在世界建造史上的奇迹，揭示了这座超级工程背后中国制造自强不息、砥砺前行、努力展现中国形象、实现中国梦想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全景式展现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的同时，也生动塑造了以总工程师林明为代表的中国桥梁人的形象。报告林总，一三十最后一蛟龙整平工作准备就绪，特次汇报，请您下令。开始铺设。中国工程师今天能够把它完成，所以我们是叫自豪。中国有着悠久的桥梁建造历史，这份厚重的积淀无疑成为港珠澳大桥成功的源泉，中国建桥史也与这座大桥一同浮出海面。港珠澳大桥呢，它从珠海连接站开始有四座隧道，有四个人工岛，还有40多公里的桥梁，所以这个从几个城市到这些岛，在这些隧道、这些桥梁，就好像一条银线把一些珠子串起来。这次安装这样的，就是这个29现在已经装完了嘛，29装好以后，现在马上装30嘛，对吧？29的时候我们还能动，有偏差差几公分，我用30去凑它。现在就不行了，现在29装完了，那我30一定要
跟他要匹配。整个这个几十个城管，最后这个城管他受到的约束条件是最多的一个。对。啊，就我们也是蛮有压力的。就刚才讲的要平常心嘛，其实这个很难做到。你们千万千万帮我们把这个哈各方面的工作呀，尽量做好，大家都高兴，好吧？好不好？我们在意这朋友的事情。拜托拜托。该片的另一意义是，港珠澳大桥所连接的珠三角经济带，它曾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如今，港珠澳大桥的连接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期待。港珠澳大桥呢，这个最想达到的目的，应该是超过我们所见过的国家所见过的任何一种跨海通道和跨海大桥的水平。应该说我们是重新在继承和发展上继承过去我们的工程经验和成功的经验，以及成功的技术、成熟的技术、可行可靠的技术，但是还有个发展。这座大桥不光将港珠澳的地理空间紧密联系起来，它的建成更成为港珠澳情感与思想交汇的纽带。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亲人，一个是自己的爱人，一个就是这个项目。港珠澳大桥是央视团队与 Discovery 探索频道组建国际合作团队后创作的首部作品。该片让国内外观众清晰地了解中国形象，发挥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作用，是通过纪录片方式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有益尝试。应该说我们这代桥梁人还是非常幸福的，对吧？一个是有国家战略的支持，另外一个我们也恰好赶上了有现在这个经济实力，有现在这个技术储备，对吧？我们能实现。港珠澳大桥的精心制作，充分体现了主创团队的文化自信。他们以理性、真实的艺术呈现，让作品像大桥一样联络贯通世界之心，给世界讲述港珠澳大桥的故事。创作者有意识地把工程的施工过程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梦想，同我们悠长的桥文化的智慧与哲理、艺术的链接，把技术含量转化为人文含量。昨天啊，船上拍照，我们很多船长流眼泪，他们给我看一个短信，啊，就结束了吗？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然后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嘛，很多的难题解决了以后，这个开头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还是有点依依不舍，告别一个舞台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这样的心情。作品的成功在艺术上不仅将海上建桥过程始终赋予人性化、情感化的血肉相连，让我们感受到用钢筋水泥和高科技建造的海上大桥是有呼吸感和生命温度的。这种刚柔并济的人文关怀，带出了港珠澳大桥的纪实性的艺术风格和充盈着底气、志气、大气和锐气的独特文化气质。在被横空出世的伟大海上工程震撼心灵的同时，我们看到众多建桥中的著名、不知名或无名的各类工种的劳动者，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骨与魂，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高昂着民族尊严的头颅，畅流着民族血脉。
历史文献类纪录片是再现过去时代历史事件的纪录片类型，该类作品一般运用历史影像、照片等资料，对事件文物遗迹故地拍摄，对相关人物采访的结合方式创作，内容尊重历史客观事实。旋风九日是一部以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历史文献类纪录片，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素材宝贵、耗资巨大的商业大片。该片上映于2014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地区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79年1月2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电影《旋风九日》以此为背景，揭秘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9天访美的真实历史事件。The formal cementing of friendship now and permanently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 220 million Americans and the more than 900 million Chinese。旋风九日以邓小平访美的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加故地故人重访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历史过往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I think that it brought about a profound change within the society of China as a nation and a great change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entire world. I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this would b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my countryAnd I think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mayb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tire world. We had been estranged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ever since the 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was founded on my birthday, as a matter of fact, in October the 1st, 1949. 邓小平这一程的访美，不仅有亲切的握手，热情的款待，伟大的成果，也有各持政见的议员、世界各地的记者，以及在访问行程中的屡次意外。In a warehouse, a sniper with a rifle poised waits. The cheers of the crowd almost muffle the 3 shots. The assassin's aim is deadly. The area is a swarm with police, rangers, and secret service men. The murderer slips the net.Here's where they talk about Kennedy and this and that. But the thing about Kennedy was the only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where we had an assassin use a rifle. A rifle. 这或许是有关邓小平刺杀事件在国内的首次公开。就这点而言，《旋风九日》的史料价值无疑是重大的。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第一批的成果，但是在我们两国之间还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该片在创作上依然遵循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向指引，在10万多英尺的珍贵尘封影像中加入了悬疑、惊险、幽默、温情等叙事元素，这些策略让《旋风九日》成为观赏性极佳的一部政治事件电影。中国是一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它广袤无垠，变化万千。我们诞生在中国是由陆川执导，迪士尼出品，中美英合拍的自然类纪录片，从东部沿海平原
穿过高山和森林，再到青藏高原，无数生命诞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是这壮美诗篇的一个音符。该片讲述了栖息于四川竹林的大熊猫，隐居于雪域高原的雪豹，攀援于神农架的金丝猴，三个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家庭的暖心成长与生命轮回的故事。大熊猫幼崽不安于母亲无时无刻的看护，总想逃出怀抱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却一次次滚落斜坡。在雪豹妈妈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时，两只雪豹宝宝依旧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显出艰苦环境下涉世未深的美好。雪豹是独居动物，因此达瓦要独自肩负起哺育和保护孩子的全部使命。小金丝猴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与一群同样淘气的伙伴们游走于丛林间。哎，淘淘离家出走之后，几乎每天都跟流浪猴们混在一起。他一直不想去见他的家人，虽然他们就在附近的树林里。但是淘淘的父亲带着家人突然出现了，正在享用大餐的流浪猴们紧张起来，尤其是公鸡。公鸡为了报他眼睛的仇，大概又要和淘淘爸爸叫板了。看起来这场仗不可避免。淘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大人们都那么小心眼儿呢？淘淘家的女性成员都聚在淘淘父亲的身旁。看上去猴多势众的公鸡只能独自迎战，因为流浪猴们一盘散沙四处逃窜，没有帮手，公鸡最终只有落荒而逃。为了寻找中国最美的自然风光和富有特色的物种栖息地，来自法国、
英国、美国、德国四国的五位摄影师，分为五组，整个摄制组进行了长约18个月的跟踪拍摄，深入卧龙、神农架、可可西里、三江源、盐城等多个自然保护区，拍摄了35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诞生在中国，在市场上被定位为一部合家欢的纪录片电影。迪士尼因为要把电影拍给全世界的儿童看，所以影片的画面尽量去掉了暴力的成分。对于一些比较残忍的画面，譬如雪豹咬死动物之后满嘴血的素材，他们会说这不行，孩子看了会怕。后期制作中，雪豹每根毛上的血都被擦干净，现在看到雪豹的嘴是白白的。该片于2016年8月在中国上映，2017年4月，我们诞生在中国正式在美国公映，票房突破1000万美元，取得了北美自然类纪录片在电影史中票房第8名的好成绩。美国权威电影杂志《综艺》评论该片中说道：“这部电影最具建设性的成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地貌与生态环境均具有极为伟大的多元性。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意义在于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中国诗意的追求，向世界传达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他们在这里出生，他们在这里逝去，他们在这里获得重生。他们生于中国。喜马拉雅天梯是2015年10月上映的另一部自然类纪录片。该片讲述的是一群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年轻人挑战喜马拉雅巅峰与生命极限的故事。建于1899年的上荣布寺，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阿古桑吉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将珠峰视作空行母的化身，人类不应当打扰他。但他的儿子却是一名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出色高山向导。
这座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主要面向珠峰脚下的两个县招生，目的是花四年时间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他们将在每年仅有几天的登顶期到来之前铺路、修保护绳、搭建从大本营到8400米的所有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给登山者专业协助，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登山者的安全，好让他们不断突破自己，前往独自无法抵达的高处。喜马拉雅天梯，影像壮阔，它不但积蓄着天地之灵，是许多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的坐标，同时也是无数登山爱好者挑战生命的目标。打破了自己的节奏，这下很致命，一下就把整个节奏全打乱了。如果昨天不打破这个节奏呢，这后面段不会那么艰辛。他路了你路了，在阿古桑吉父子的心中，天梯代表着不同的信仰。导演巧妙选择了主要角色在真实生命中独有的戏剧化冲突融入记录线索，用故事片的叙事策略铺陈了一条父子间不同的天梯之路。在这一历程中，影片对西藏文化的呈现，对征服自然过程中惊险与壮美的展现，在影片与中国纪录片历史上，在西藏的影像记录文献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喜马拉雅天梯在创作上呈现的另一亮点是该片在情感上的控制。影片用平和的心态记录下主人公们直面信仰的过程，献给阿妈的新衣，带上绝顶的经幡，闲聊时关于天葬的讨论，出发前的锅庄，到绒布寺的祈福，攀登过程中的诵经，登顶之后亲吻山巅。影片创作者在选择如何借鉴故事片策略时有着比较清晰的观念，它保留了人物之间、事件之间本身具有的戏剧张力，而去掉了记录过程中人物过度的情绪化表演。这一冷静的纪录片观察视角，有效避免了将观众掉入解读剧情的漩涡，从而使观众将目光集中在对地域民族文化和生命宗教的凝思中。生活类纪录片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类型，在近几年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
《舌尖上的中国》是2012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后改编成电影版《舌尖上的新年》。2016年新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回来过年啊！该片讲述了在新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关于美食的习俗。从海风肆虐的温岭食堂到微风娴静的苏州园林，从崇山峻岭中的重庆酉阳到祭神传统深厚的闽南，从黄土高原上的古老城墙到香港最后的村庄元朗，为了找到最诱人的新年美食，剧组脚步踏遍全国35个地点，寻访到60多种美食，拍摄了10000多分钟素材，最终85分钟的成片中呈现出24个地点的43种美食。《舌尖上的新年》是用电影叙述中华民族悠久民俗文化的成功案例，影片借鉴了 BBC 纪录片在创作上的许多经验，例如 BBC 讲人并不讲单个的人，而是讲人际关系中的人，父子、母子、兄弟、夫妻。《舌尖上的中国》在叙事上借鉴了这一经验。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姑娘卓玛和她的妈妈共同构成了采摘松茸的故事主体。还有广阔的竹林里，老包阿亮一家和砍挖腌制竹笋的故事。云南大理北部的诺邓山区，树江河父亲用自制食盐诺邓盐腌制火腿的故事。湖北的家鱼圣武和茂荣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挖掘莲藕的故事，吉林查干湖鱼把头石宝柱和渔民捕鱼的故事，远洋捕捞队船长林红旗和他的船员深海捕鱼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使得影片有了生动的味道。作为首创将民俗文化电影化的《舌尖上的新年》，影片带观众重寻旧时的习俗和年味，串接一个个新年故事，展示东方的文化习俗。这对于新世纪国产纪录片在海外争夺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拍马秀，拍鬼秀，财神到了吗？恭喜发财，钵满钵满。我给你来吧，你给我撂电话。过年了，提上提口，过过了。一分高，一分高，过年了，大家看了。求年吃桃花，天都绿了，可见真正长大钱了。过年了，快忙。